back to back. There's a second flight. KP here, fucking me! Final, final, final! After your fucking gun just got turned out. Moving up, moving up. I ulted them, they ulted, stay behind and fucking get them. We can push, go to. Yeah, push, go to. I'm going to. Fira 跟这边 Alliance 撞点了，看一下这边 Effect， 哎呀，厂出枪了，直接跑出去，用一个引力货梯往外跑，哎，一拳一过去，哎，一拳再一拳，哎呀 ，Alliance 这边 Yuki 直接收掉两个人，哇，这个 Effect 用拳头也很猛啊，哎，倒地了，最后残血的 Pandrex 被这边 Yuki 给打掉 ，Udix 打出了300点伤害，哦，这样。好生我的 Effect Ready? I'm gonna get close now. Hey, Q, on my team here. Yeah, I'm coming here. Need to spread out. They're running. Flash here, carry guys. 哎，看到一个孤狼 Effect， 可以把这个人头收掉。哎呦，哦，听到里面的两个人主动吃出来 ，His Watson 又倒了。那这样子 ，Furia 撞点也没打赢，哎呀，一斧头。哎呀，心态打击 ，emotional damage，emotional damage。I got one. 碰到 Lines 的一个推进。One tap 直接被暴打一顿，本来几乎没有损到任何的一个血量。在右上角 Nathan 也被炸死了，先看一下正面 Alliance Effect 完全没在怕，哎，在等队友。Effect 像补血嘞，这个人太过分了，血都不补哎。Alliance 哇，把 Riddle Order 当儿子扁啊！哦，这时候又上飞上来三个人，这是 NRG 跟 Alliance 正面碰撞 ，Effect 终于愿意补甲了。这边打出很多伤害，但是很可惜收不掉这个人头。Yuki 趁这个时间爬上去，把残血的 Nathan 给打掉。最后是 Yuki 的一打一。不要打！真打不对，哎，有 ，Alliance 又开始打架了。哎呦 ，Yuki 无敌高爆雷炸死两个人，但自己也被炸残了。Effect 拉一个大电，最后剩下这边 Zane 要尝试来一打二。躲掉 Hikers 的一个聚集焦点，拉到低点啊，只能 Q 起来呢，没办法补不起来了。Pioneers 变成了三分送给 Alliance， Hikers 原点的一个 Elsa 先收到一个人，哦，再把这边 Glitch 给收掉。Yuki 这边卡了一个大招，来从右边过来 ，Alliance 主动出击，哦呦 ，Effect， 哦呦 ，Effect 收掉两个人，有没有老二？现在只要靠 Yuki 跟这边 Hikers 二打三，再收一个人，这样二打二。哦呦 ，Alliance， 最后二打一，对方一定要过来，却已经抓他脸上了。哎呦 ，Alliance， 哦呦 ，Alliance 跟鬼一样。
好，看一下 Alliance 复活以后，成功的把这边被给打掉。I'm still there. They Hackers 打出了100点的伤害 ，Yuki 也在侧边 ，Effect 正面交火 ，Effect 打赢了，但是两个队友都倒了，最后一打二，有一个引力波梯飞起来，可以吗 ？Effect 不行哦，这边 LG Luminosity 成为了今天第一把的冠军，又是老二 Alliance， 我刚刚去这个看板上，我都已经把这个剧本都写好了。你看这个 Alliance 的衣服，我觉得 Alliance 我都准备已经要起来欢呼了。你什么意思 ，Yuki？ 怎么又倒了？为什么会倒 ，Yuki？ 为什么会倒 ？Effect 侧边出枪打爆两个甲，那这样 Hackers 直接过来，很可惜没有跟中。完蛋了，全面打掉这个 Alliance。Yuki 把上局给放倒，这样子 Realize 坚存一名成员。但是 Realize 这边出的阵容是一个十岁，对方其实很难追。哎 ，Alliance 直接从这边过来了。哦哟 ，You 这边 Effect 直接打掉两个人，最后三打一。哇，打的 Obli， 哦，一个雷炸爆两个甲，但是最后还是被 Effect 这边吃血收钢。完蛋了，屁股！哎呀，屁股开花了，被三二一了。Alliance 要直接来开打了吗 ？I want the button. 这边的一个 Alliance 直接追对方跑，是谁啊？一直被追的吧 ？Ascend 被打的不要不要的，摸到对方红甲，想要直接撤退。哇 ，Effect 这个身法跟鬼一样哦 ，Holy shit, oh my god！ 哦，直接一个把他们拉到了黑洞里。Alliance 主动进攻，这边漆黑面纱非常的乱哦，一堆墙。哎呀 ，Effect 这边一把大 Zero 给清掉了，最后3-3 ，Alliance 往前前进。Effect 这边先左一的86，再把这边 Rips 给收掉，现在只剩 Forsaken，Alliance 成为了冠军。